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又很害羞，很多行为都怪怪的一个男孩。我叫赵希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他有很成熟的一面，有很知性可爱的一面，很浪漫异想天开啊。他的眼睛里只有赵希曼。OK， 看一下，盯着他，慢慢的看近他，那种感觉。你好像没有被这人用这么赤诚的眼光看过那么久的感觉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了。我没有办法解释他，太美好了。在生活中很轻松的互动，一起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。喜欢你，对不起，我只是那其实玩起来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没有那么猛吧？我就要那么猛。我觉得跟他每天一起拍戏的时候，都会有不同的刺激，不同的看法。你敢吗？不敢。放水，我死掉！不要，不要！你这么胆小，你是怎么追到我的呀？努力。有时候不是在于说他到底多美，哪怕这个人对你笑一下，那就够了。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你有什么愿望？当你的男朋友。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，当然希望他可以把这一份真爱延续下去。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我可能并不缺少那些冒险的勇气，是缺少一个冒险的理由。